韩东上院彰化县武贤立法咨询会会员将伫咧十二月十七号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半，伫咧秀水乡公所的头前广场举办活动。同时，新平岛有线电视嘛秉持着在地企业的责任，共同参与，就此表达对社会关怀，嘛希望抛砖引玉，邀请各界加入爱心的行列。彰化县武贤立法咨询会左江钢铁有限公司、彰化县中校师资会联合主办秀水乡2016年度岁末寒冬温馨送暖活动，十二月十七号礼拜十点半，要伫咧秀水乡公所头前广场举行。主办单位甲协办单位嘛连续开了几啊届的活动会议，希望活动办了成功圆满。邀请咱秀水乡125号。47号的这个低收入甲这个独居老人，啊来到咱秀水乡公所这个广场，啊邀请因来吃一个平安餐，啊伫餐后呢，阮阁有颁发这个2000块这个慰问金，甲这个康寿红包，这个低收入甲这个老大人安尼，啊希望因会当下过一个好年，啊这厝的活动伫阮这个创会长阮是董事长因为阮秉持着阮这舞台讲的精神，希望讲会当尽咱。所多有的能力，来帮助跩一寡较困苦的人。新北的幼刷电视努力从事公益活动，对社区传递的照顾真用心，嘛，予社团甲公所团队真感动。无言哦，你讲，之前咧继续办哦，由于今年哦，咱的新频道电视哦，我真正关心咧弱势，所以我来到赞助合办哦。表示感謝啦，咱公所做会到，咱即几年啊，拢偏预算，偏几十万啊，要来甲跩弱势甲独居老人要来甲无意外险，即社会大家共同来关心，足感謝咱的这个另外之前未来创会长咱的这是董事长甲咱所会长新民道了总经理共同来。来这举办来共享盛举吼！韩东上院社团以及地方企业互相结合举办活动，嘛邀请社会更加侪人士以及团体，做伙送爱心到社会各角落。大中华新闻林君秀水采访报道。